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七場三班一千米嘅短途賽事十一大熱。好，你一開閘前面快，上步猛將快啊！咁但係中間咧，實力飛佢已經三幾步將佢趕過，外邊仲有威先生第四位中檔大風暴啊！喺外邊就線路神區啦，橙衫中檔就安哥啦，黑衫黑帽勁進千里，咁即係勁進時代。再數中間嘅位置仲有幸運飛佢啊！後啲嘅馬紫雲星啊，來難尾四，尾三聰明申報淺藍衫，尾二雲財童子包尾嘅只飛飛覺醒啊！好啦，過六百前面帶頭嘅馬實力飛佢威先生第二。第三內欄紫色衫大風暴在出面線路神區，第五位內欄紅衫咧仲有上袍猛將，中間幸運飛區外面就安哥啦，後天先見到紫雲星啊，中檔位置聰明申報嗰啲馬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直路實力飛區仲係佔先啲噶，咁啊見到威先生逐步逼近噶啦，在外面位置追有線路神區，埋邊上緊嘅馬仲有大風暴啊，紫雲星亦都追緊，中間咧就係聰明申報，最出安哥啊，運財童子嗰啲都追緊上嚟啊，接近終點啦，第一名嘅馬咧就相當接近啦，外邊運。財童子是不是冚曬啊？都幾犀利啊！最初係運財童子追，咁至於埋邊咧，有實力飛區，似乎有機會頂到第二啊！淺藍衫衝上嚟嘅馬咧，仲有隻聰明申報。咁至於第四名有大風暴同埋安哥，亦都需要影相噶。哇！我入邊冚過曬喎，五號嘅運財童子啊，柏寶啊，蔡若翰啊。跑第二名咧，里边一号嘅实力飞驹啦，黄浩南第三名，聪明申报八号潘顿，第四名咧见到系十号嘅安哥啊，史卓峰，望一望入边哇，犀利啊蔡玉涵，哦唔一声兜出外边过晒，运财童子今次就好分啲喎，独赢廿几倍噶，拍保都有买赢啦。好啦，睇埋个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五号嘅运财童子，独赢派253蚊，位置派63.5。跑第二名系一号嘅实力飞驹，位置派20蚊。跑第三名系八号嘅聪明申报，位置派23蚊。跑第四名啊系十号嘅安哥，连赢一搭五派742蚊。三重彩，五号、一号、八号顺序派11233蚊，单贴派1273蚊。位置 Q 一搭五派219.5，五搭八派212蚊，一搭八派78蚊。睇一张相先啊，第四名啊，见到咧十号嘅安哥，大风暴第五啦。如果你系蔡玉航嘅粉丝咧，咁啊真系开心啦，只只都买咁啊，唔使谂咩马啦，呢只咧25倍嘅回报。兜出外边过晒，柏宝。上一次帮佢赢马骑师又系柏宝啊，呢个运财童子。佢系同安哥一齐掟出外档冲嘅，不过佢挞咧就挞得劲啲啊。三揀一叫嘅派彩胜出嘅系 A3， 其他冷门派33.5。四连环叫嘅派彩一号、五号、八号、十号派1510蚊。
今日四重彩，五号、一号、八号、十号顺序派57683元。李 Sir 再拍鸿运发财啊，暂时啊，鸿运精彩啊，暂时廿一倍啊。嗯。好，睇下场内片啦。好啊。起步咁啊，觉得三档嗰只上婆猛将咧，好似有少少即系突然零零舍舍快咁啊撞出嚟咁啊，咁快过嗰只紫云星添，咁我只热门咧就蹬咗后一格嘅。前面实力飞驹又快啦，中间位置大风暴同埋威先生，但我当就线路神驹啦。咁啊大白鼻梁就安哥，跟住佢咧见到只就系幸运飞驹啦。出边位置紫眼仔咧就系劲进时代同埋聪明申报嘅。尾二位置运财同志包尾远远堕后就飞飞觉醒。我步速都正常嘅。安哥原来三碟物质又唔算话好好，物质云星早段就可能宿情关系啦，所以都加唔到啲前速吓。头马依家仲喺尾二，系啊，一路移出去啊，拍宝喺安哥再出啲啊，即系嗰条跑线今日就落咗雨之后咧，又比较靓啊。实力飞佢算叻啦，加咗咁多磅都仲顶到个屁啊！好啦，福榜完毕，派彩都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，一搭五派219.5，五搭八派212元，一搭八派78元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嘅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33.5。四连环派彩一号、五号、八号、十号系1510元。今日四重彩五号、一号、八号、十号顺序派57683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七号美军五号派1755元，头关七号美军一号派45元。同埋孖 T 派彩，头关二号、七号、九号，尾关一号、五号、八号，派20566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2:59，第二段21:54，第三段23:24，总时间57:37。